哦，时间有够紧，又过一礼拜啊！今仔搁拜三，待要加油，头前遐尔，先来看一届。即马剩一家走555.7，啊，总的是360,873。好，行去车顶啊！即马又加好啊，公里数是走556.1，啊，总是360,873。好，等下算看卖啊，一公升走几公里？啊，安尼走开，我剩一家以前。加92的剩一家拢差不多伫个500左右啦，安尼看应该有加走咧差不多50公里有啦。好，当来算看卖。哦，今仔拜三去加油，吼、哦、人够济啊，可能嘛拄好下班时间，我到遐5:30，下班时间可能人车较济啦。我顶一届去是4:00外去，阁还好。我今仔下班食去，人济，啊，尾仔当下阁开另外迄只，阁去加好，阁愈济，无共景啊，人阁愈济，车阁愈济。好，啊，来算看卖啊，一届550，五十几公里，你甲我讲，51的款，安尼。现在再加29.37，好多啊！因为我下班吃贵啊，家己一人，搁要用加油，啊，搁要落无方便买啊，就是你加的时间也开落最后滴要到遐啊，嘿啊，我多一人，我多一边落一边加，算看卖。加29.37公升嘛，除以应该是556公里的款，啊，无爱想迄个556除以29.37。哎呀，应该是550吧，我记得是，待去看卖啊，不是那个迄落18.9，因为我有算过啊，我记是18.9啦，18.93啦，要19啊，一公斤走要19，要十九啊，哎呀，啊我因为我之前用92的有无，我嘛是有时啊拢会算的啦，上好是拢伫个。18.5、18.4啊，那你差不多吗？但是18.9差足济啊！我加92的偶尔算一个，是有时啊是伫个18.4啊，上济嘛18.4啊，上济嘛到18.5尔嘛，就18.6可能久久啊一届啦，拢差伫个18.5以下啦。啊，所以讲你话18.9有较悬，较侪小可啊，但是感觉还安尼讲有，讲有差，哈、啊，他就算尔。对啊，讲嘛还，但是我安尼开的时候有无？我大概咧开，剩一家油表剩一家时，拢差不多伫个500-500一天啊，啊，即届。剩一家是，甲加油站已经走啊560啊，所以安尼嘛，敢若像人咧讲个，敢若是会用加走40-50公里个款，毋知有影无？吼、哦，啊开起来感觉是敢若，毋知敢是啥物作用？开起来敢若嘛是
油门敢若有加较顺啦。嘿啊，我试看卖，我休困啊，换另外开另外一只来试看卖啊，迄只感觉较会出来啦。好，先安尼，等另外一只客狗啊，来试看卖啊。